种种问题都会发生。如果他是这时候的话，你就要买一个比较大个的呀。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大个嘛？大个不方便嘛？对。所以呢，有一些订书机确实啊，其实不只是局限于就是 IG Story 那一种订书机，嗯，有一些订书机确实它的钉板啊，嗯，就是改变形跟那个钉的形状的那个地方是可以转的，嗯，所以它是有两种。头或者是两种 button 的，嗯，第一种 button 是向内钉的，一般这个是最普通的，大家钉下去的时候，那个弯的地方就是脚那个往内，它是往内钉的，对。但是如果你把那个钉板转一转，转个三百六十度、180度的话，嗯，它就换了另外一个方向，它就。